现在所演奏的乐曲是由国防部示范乐队中士李玉川所精心创作的《傲视群峰》。整齐划一的步伐与动作，搭配上乐队雄壮的乐声，国军鼓号一乐队顶着大太阳，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进行国庆表演操练，是青春洋溢、热情奔放的世新大学以及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，他们将以活力四射的舞蹈动作，在这个举国欢腾的日子里，与乐一队同仁一同共襄盛举。打破以往传统，这次国军一队更与大学啦啦队进行合作，想要淡化国军庄严形象，增添一股年轻力量。因为今年是首次跟竞技啦啦队做合作，所以在整个图形的变化上更为复杂，在整个编排小组花了很多心思在上面，在整个做穿插、整个配合、整个的画面的呈现，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构想、在构思。不仅如此，国军鼓乐队这次的独奏表演也显得特别亮眼，不仅特别编曲，就连队形走位都经过半年的排练，每个队员才能练到像现在这样默契十足。那在这次呢，我们想说要扩大的来进行表演，不单只是希望只是在我们乐队里面做演出，那我们特别拿出来呢，也希望让大家看得到，其实鼓队是可以做出自己独特，就是独一的阵型，就是队形来做完整的呈现。国军鼓号一乐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排练，也吸引上百位民众到场观礼，更不吝于给予掌声。可以想见，国庆当天的表演一定会带给民众最难忘的演出。环宇新闻苏宏杰、丁尚成台北报道。